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摩擦力可能不足。刚诚挚发现赵平超在自己家，我爸在那看着呢。出去听懂吗？从进门高高兴兴到感觉特短，他不能在我们，他不能在我们家，姓赵的都不能在我们家。那你后面怎么？你后面不好演了。他中间还能加点啥呢？让这整个才饱满一点，整个这一场。其实我明白你是，你就觉得差个行为。对。妈，我爸还在这看着呢。我爸还没入土呢，他们赵家人做我们家棍子了，我们家棍子了。这个最后这一下，这一下。